Hello， 大家好。最近这两天啊，手机圈的热度可以说是被 Mate 60 Pro 这款重磅产品给彻底点燃了。一方面呢，是这次新机开售啊实在是太突然了。前一天呢，大家还在津津乐道一些爆料图，结果第二天华为官网直接开售，这在以往的手机发布过程中是没有遇到过的啊。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这一次 Mate 60 Pro 是携带着全新的麒麟 9000S 以及 5G 王者归来，直接登顶了热搜第一。搞得黑厂当天发布的折叠屏热度啊，是被一波带走，就跟没发布似的。凭借麒麟币，这次我们抢到了两台 Mate 60 Pro， 很快啊，第二天空运就送到了啊。整个手机的包装盒还是 Mate 系列一贯的风格，黑色包装盒，金色形象文字。当然，从盒子上呢也能看到，这次 Mate 60 Pro 是标配昆仑玻璃的，附件方面一条6A 数据线，一个88瓦的充电头 ，EAEC 单插设计。保护壳呢不再是清水壳，是一个半包的磨砂 PC 啊，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带壳之后的横向宽度感知，用来提升手感。之前曝光的时候啊，很多网友觉得今年 Mate 60 Pro 这个设计其实有点怪啊，但是华为的很多旗舰设计呢，往往都是曝光阶段，真机发布之后，先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 Mate 60 Pro 的真机外观满分十分，你会给几分呢？可以走一波弹幕。从大米个人角度来说啊，这一次 Mate 60 Pro 白色版本还是很好看的，新环摄像头回归，但比之前 Mate 40 Pro 呢是大了一圈。看到这里，估计有很多网友啊会联想到一台机子，那就是荣耀的 X50。哎，你还别说，仔细一对比啊，整个摄像头的排列大小还真的很接近啊，比如说闪光灯呢都在顶部，中间都是对应的品牌影像名称。哎，你们说会不会是荣耀又提前拿到了爸爸的图纸呢？开个玩笑，虽然说摄像头 Deco 设计接近，但是就质感来说真的是一眼的差距啊。而且这一次 Mate 60 Pro 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设计，就是它的机身下半部分是金属材质的，这部分连同中框呢是一体的，白色和绿色版本机身上半部分是玻璃纤维材质。根据官方的介绍啊，这种设计进一步提升了整机的结构强度，不过可能是为了满足天线设计需求，底部这部分金属啊多加了一条注塑开槽。今年这个绿色官方叫做雅川青，后盖上半部分呢加入了不规则的纹理效果啊，理论上它应该也是和上半年的洛可可白一样，每一台纹理呢都是不一样的，只不过这个纹理感知差异啊不像洛可可白那么明显。那么问题来了， Mate 60 Pro 白色和绿色大家更喜欢哪个呢？可以走一波弹幕。从大米个人角度来说啊，绿色作为新机来说辨识度会更高啊，但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更喜欢哪个颜色，那么选白色肯定不会错。虽然说是四尺面屏幕，但是上手之后呢，给我的感觉是这个机子其实和直屏的差不多，弯折部分基本就是屏幕的黑边区域，而且做到了等宽，实际屏幕的显示部分真的就只弯折了那么一点点。手机默认到手正面呢是三开孔设计，这点我估计很多人看着呢会有些强迫症。当然华为这边呢也是给到了一键变成灵动岛的开关，打开之后呢就是药丸形状了。但随机附赠的贴膜啊，还是三个开孔，相对容易机会啊。这里呢，就不得不说大米精选推出的，还没上架啊。因为机身横向宽度来到了79毫米，所以说实际握持的时候，能明显感觉这个机子确实比较撑手啊。手小的同学建议还是去实体店试一试。指纹呢依然是短焦 ，Mate 60 Pro 因为是 3D 人脸识别，用短焦指纹影响的相对较小。标准版这个身板用短焦的话，肯定会比较难受。今年 Mate 60 Pro 产品热度爆炸的其中一点呢，就是这台机子无论是官网还是手机系统，你是看不到任何 5G 相关的信息的。而且之前很多华为机型 AL 后缀呢基本代表 4G 的意思， AN 呢代表 5G。 但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啊，你用 5G 卡去测速啊， Mate 60 Pro 的实际网速啊就是 5G 速率。这里呢我们用三张电信卡在同一个位置进行了一波测速， 4G 的 P60 Pro 上传下载速率呢大概是这样子的，而 Mate 60 Pro 的下载速率可以达到 500Mbps 以上，8.2的小米13 Ultra 5G 速率呢基本也在这个水平。那么请问现在还有这个速率的 4G 网络吗？并没有。来回测试了几次之后，我们也是摸清了其中的规律，在有 5G 信号的地方 Mate 60 Pro 是不显示 5G 图标的，但是在没有 5G 信号的地方它会显示 4G 信号图标，主打的一个就是一切尽在不言中。这就是一台 5G 手机，大家可以把牛逼打在公屏上。从2020年10月22日 Mate 40 Pro 发布到今天，在经历了制裁不断升级的1044天之后，华为正式突破了美国的技术封锁。轻舟已过万重山啊，我觉得这句诗呢是真的很应景。其实现在想想，是不是29号没有任何预热发布，直接开售也能够理解了？因为那两天刚好是美国商务部部长访我国的时间点，而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的正好是美国的商务部。除了突破5G封锁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一次麒麟芯片也回来了。目前系统软件检测的型号呢是麒麟 9000S， 想必大家也非常关心这一次麒麟 9000S 的实际性能表现。
因为时间有限啊，这里我们也是先加班加点测试了一部分数据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 CPU 理论性能测试，在 Geekbench 6里面，麒麟9000S 单核呢是1322，多核呢是3635，单核性能略高于麒麟9000和870，多核性能呢弱于麒麟9000，强于870。当然，如果是对比今年主流的旗舰芯片，那么差距啊还是很明显的。但对于国产化的旗舰芯片来说，我觉得这个成绩啊已经是做得很不错了。毕竟这可是集大成的手机 SOC，CPU、GPU、NPU、ISP、5G 基带等等都在一颗芯片里面，并不是单纯的一颗小小的蓝牙芯片或者说插针芯片，复杂程度啊完全不在一个级别。GPU 方面，麒麟9000S 软件显示的代号呢叫做 Mali-910，频率呢是750兆赫兹，不再是 ARM 的 Mali 系列，估计呢也是华为自研的 GPU 架构了。理论性能环节 ，3DMark Wildlife 跑分测试中得分呢是5600分，低于麒麟9000的 Mali G78MP24， 实际性能和天玑8100、骁龙888呢是比较接近的。不过在 GFX Bench 的几个离频渲染测试中，麒麟9000S 的性能啊反而更强了。啊，这里我们也是测试了一波 GPU 功耗，在曼哈顿 3.0 离频渲染测试中，麒麟9000S 的成绩呢是179帧，功耗是9.19瓦，能效得分呢是19.48，性能比麒麟9000888都更强，但是功耗啊也要更高。其实麒麟9000S 稍微降低一些频率，能效表现呢就会更好看。比如说关闭性能模式，默认状态下，曼哈顿 3.0 成绩呢降到了172帧。对比性能模式，性能下降了 3.9%， 但是功耗降低了 11.5%。这个时候它的 GPU 性能依然是要比888强一些的，但是能效实现了反超。这两天呢，网上也看到一些网友说这颗芯片实际也就7G8G 的水平啊，我觉得这个呢就完全是扯淡，挺离谱的。CPU 呢先不说，这 GPU 规模啊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啊。比如说 Mate 60 Pro 省电模式下，曼哈顿 3.0 测试的帧率呢是88帧，但此时功耗只有 2.39 瓦，大规模跑低频还是要比 7G8G、 7G1 这些强不少的。所以 GPU 分值性能下功耗确实很高啊，对于8G啊、8G+ 这类 SOC 差距非常明显。但中低频下的表现啊，其实要比我预期呢要强些。原本我想着其实会比888的功耗呢更大。当然 Mate 60 Pro 这颗 GPU 目前对于游戏的兼容优化还是存在许多问题的。王者荣耀目前呢只支持60帧，这个模式下14的游戏功耗呢其实还行，平均呢是 59.8 帧，整机功耗呢是 2.8 瓦。对比 P60 Pro 和 Mate 40 Pro 分别是 2.5 到 2.6 瓦左右，功耗呢略高一些，但完全能够接受。但原神的话就没办法正常进行测试了，进入游戏呢就会出现贴图错误，实测的数据呢也无法进行横向对比参考。星穹铁道的情况也是类似，星矢中枢跑图会出现贴图错误，不过副本内的贴图呢倒是正常。这里我们也是测试了一波连续三次周本的性能功耗， Mate 60 Pro 平均率呢是45帧，但是整机功耗来到了 8.4 瓦，这可能是 Mate 系列有史以来性能释放最猛的机子了，看来这个散热堆量呢是没有白堆。但横向对比的话， Mate 40 Pro 帧率接近的情况下，功耗呢会低许多啊，所以说目前测试来看，麒麟 9000S 高负载场景确实不行。当然可能呢也和优化有些关系，比如说目前很多软件检测不到麒麟 9000S 那颗高频大核，很多软件呢能检测到的核心频率只有 2.15GHz， 但是在 Geekbench 6的数据库中其实是1加3加4，高频核心的频率呢是 2.62GHz。所以啊，对于麒麟 9000S 的性能总体评价，完整的性能分析我们会等一波更新之后再重新复测一下。 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Mate 60 Pro 和麒麟 9000S 的快速评测了。尽管麒麟 9000S 它的性能能效和当下的旗舰芯片天玑9200、8+、8G+还有明显差距，在这个价位上性能横向对比其他旗舰肯定还是劣势，但它确实是一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品，因为这是 Made in China 的旗舰芯片。芯片制造从零到一往往是最艰难的，尤其是手机 SOC 这种大芯片，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在工艺性能水平存在客观差距的前提下，总不能一上来就要求达到8+8G级别的水平。承认差距，奋起直追啊！只要有了这个一，再加上国内巨量的手机消费市场，从一到 N 的进步肯定会比以往来的要快，因为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相信这点很快会在下一代麒麟或者说下下代麒麟芯片上看到。最关键的是，这一整条半导体芯片制造产业链被彻底激活之后，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新能源汽车领域的 AI 芯片、车机芯片啊，也会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国内半导体供应链的崛起。想想今年的闪存价格，想想长江存储，所以我觉得华为非常了不起，国内半导体供应链非常了不起。至于 Mate 60 Pro 这个机子其他方面的详细体验测试，我们会在后续视频中再给大家带来。喜欢视频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同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罗更多优质科目。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